今天的天气是属实的有点冷啊，看都这个大冰柱，哇天哪，垮飞了，看这些那个藤壶都基本上冻僵了，估计是活不了。今年的最大的一次寒流，看都结冰了，冻得结结实实的，哇天哪，这是大海呀，得零下多少度才能结冰啊。行了，赶紧下去转转吧，看有啥收获。我的妈呀，看我发现了啥。哎呀，你看还能动弹啊，我这海星估计得比我的手都大哟，这么冷的天你都能行啊，你是太厉害了哈。哇塞了，这个海星过瘾啊，这个肉都能回家煮一下吃黄了。行，这个给他带回去了，走了。你看这个大鹿背哦，好大呀，哎呀，哇塞，里面好像是那个有肉的哈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回家做个蒜蓉粉丝蒸带子应该是特别美味啊。嘿，哇太爽了哈，已经没有水了，看见没有，哎还有一点，嘿嘿嘿，都被冻硬了。行，这个也带回去，八爪鱼哦，嘿嘿嘿，太冷了，握不进沙了是吧。哇塞嘞，你看他吃这个小白蛤的，你看空了，连肉都没有了，这个还有点肉，不过也被他给吃掉一半了，你是真个厉害。哇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是不是个活的吧，证明一下你自己，看还是有力气的哈，只不过水太凉了，它是动弹不了了。这个你吃完白蛤，你得估算一下时间啊，差不多就得赶紧往深海里跑，别待这边跟个真事儿似的。行，把你带回去吧。说真的，猫哥，赶海这一块谁都不服，我是真服你啊，什么天气都能见到你，来吧。哎呀，今天捏下水试试吧。哇塞嘞，哎呀，哇天哪，这一点劲儿没有了，这个天太冷了是吧。哎呀，还是有沙啊，行走吧。这条海鲶鱼好大呀，别跑了，我估计你也跑不动了啊，上去吧。哇塞，它还是它活力大，哇天哪，这个尾巴是真够大的，这一个都够我吃一顿了。这个季节这个海鲶鱼都赛驴汤了，太棒了，看，哈哈，行了，这个给你带回去吧，走吧。嗯，哇塞嘞，到冬天这个海虹都长大了，看这一个，哇天哪，这种这个肉哈，又叫蛋菜，不知道谁起的，反正挺个性。你看这个肉，这种吃起来那个特别鲜美。这几个先给你收走了。这是我刚刚在那个冰碴子那边抠的这个蛋菜，由于太多了，两只手弄的没法拍，先把它洗一下，捡上来吧。手都冻麻了，今天我们这边零下16-17度，太凉了。嘿嘿，撵来吧哈！我天哪，这个大，这个估计得半斤多。啾啾啾，嘿嘿嘿，啾！我天哪，这个水可多了，来，哇塞，太好玩了啊！这已经半个多月没有捏这么多水的猫眼螺了，哇，好爽滑，好爽，嘿嘿，行了，这个也给它带回去，个头也还可以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天太冷了，手啊，2小时冻了，基本上特别硬。
我是阿强，如果你喜欢赶海，帮忙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喽。